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称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司令部证实，乌军当天打击了两座连接赫尔松州和克里米亚地区的桥梁——琼加尔桥和赫尼什桥。此前，俄方官员表示，乌军使用“风暴之影”巡航导弹打击了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的两座桥梁。当地时间六号，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。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在海空两路对乌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打击，并完成了既定目标。同时，俄军在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、红利曼、库皮扬斯克等多个方向击退了乌军进攻，打击了乌军指挥所等目标。俄防空部队还拦截了乌军哈姆导弹、多枚海马斯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。同一天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。 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，乌军继续在梅里托波尔和比尔江斯克地区发动攻势，并与俄军发生数十次战斗。乌空军对俄军人员、装备阵地和防空导弹系统发动了多次空袭，同时，乌军导弹和炮兵部队打击了俄军指挥所、人员集中区、炮兵阵地、电子战系统等目标。